我等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吾等不当以大学为兴邦发财之阶梯，当多思学术之诸多难题，求破解之道。 学到我们学校了吗？是啊，今后还请同学们多多关照。啊！莫总，听说你是他们用刑了，是真的吗？啊，受了点小伤，不碍事儿。哎，胡同学，不如给我们来一段。来一段。我们要听子路。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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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主外，女主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父将有事，大小必请于姑舅。夫子常教导我们：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动。您今天不仅听了、言了、视了，您还动了。您看您。 自男子帐下归来，竟红光满面，身轻如燕。哦，好，好。我此来应东方明老师之邀，欲振兴圣约瑟大学话剧社，欢迎同学们都来话剧社报名。胡同学，女生可以报名吗？当然了，新时代的女性享有登台之自由，少了女同学，岂非戏不成戏了？ 各位同学，来日方长，希望将来我能有这个荣幸，跟各位同学都成为好朋友。哎，方素，哎，这位同学，我来吧。请问一下，垃圾站在哪里？我带你去。好，同学们都请回吧。 我的荣幸，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陆美丽。陆美丽。嗯。好名字。就他，就他呀！高素，正点儿。就是。点儿。他跟你说什么了？谁啊？胡包素啊。
胡爆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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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和你一起倒垃圾的那个。啊，他就是胡爆素啊，话剧《子建男子》里的子路。怎么，你也对他感兴趣啊？没有，没有，没有。最好没有。我告诉你，从现在起，胡爆素同学是我的。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说，同学，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叫什么名字？问我。哦，那你说了吗？嗯。他说什么？好名字。哼，他还说什么了？他还说，过两天话剧社报名，到时候希望你也能来。什么？哦，他还说同学再会。同学再会。再会，话剧社报名，他这是要内定你进话剧社呀？不会吧？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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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怎么办呀？哎呦，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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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剧社。秋柳，秋柳姐，回来了，秋柳姐，秋柳姐姐，你去哪儿了？我们都想死你了，秋柳姐。秋柳姐姐，你这，你这，我们都想死你，你都去哪儿了呀？就是你去哪儿？秋柳姐，我又瘦了，给我收腰吧，收一寸。帮我把裙子裁短些。我也要裁，也不要太短。张秋柳，帮我做套衣裳，要快啊！哎，这料子特别金贵，你当心一点，不要弄坏了。请问是张小姐吗？你是谁？你好，我是永昌事务所的律师，我叫方罗兰。现在事情有些变化，这里有份新的团队，请你过目。先生，我们还有一个节目。可以了，同学，蛮好的。好，你们回去等消息吧。好，谢谢先生。在下给各位先生表演《会色小魔王》。石涛同学，谢谢。
可以。What's in a name which we call a rose? Louder. What's in a name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word? Louder, please. Romeo. Would were he not Romeo called, retain that perfection which he owes without the title?Oh, Romeo, doth thy name, for thy name, which is no part of thee, take all myself. 蛮好的。这位同学，你可以回去等消息了。下一组。就这么走了。嗯。还有两个月你就毕业了，你选择这样一条路，你不会觉得后悔吗？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选错了，而是没得选。你以后就知道。心计 ，Miss Zhu， 背国第三幕第二场是西洋文学系上个学期的作业。作业？我怎么不知道？因为你从来都不做作业。哼，我看到个汤，就是你个光头膀子听话呗，气死疼我了。你放心吧 ，Miss Zhu， 我是不会去的，而且我不喜欢那个地方。不行，你要去。那，十块。纺织厂女工一个月的工资，我雇佣你。我要让你帮我和 Mr. 胡报素之间牵线搭桥。我不会做的，我更不会要你的钱。你不要我的钱自然是好。可是美丽，我们俩是好姐妹啊，而且我非常非常爱胡报素同学，没有她我就活不下去了。你忍心见死不救吗？美丽，你帮帮我嘛，你帮帮我好不好啊？Mr. Zhu，可是我。真的做不来的。美丽，张同学走了以后，你是不是很寂寞啊？不如我搬来和你一起住，怎么样？不行不行，世界大婶不会同意的。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哎呦，没事猪，侬穿啥衣裳才好看呀？侬懂啥？女人的衣橱里永远少一件合身的衣服的。没事猪，下午要上体操课，要穿体操服的。
上什么体操课呀？俺来吃咖啡去啊！哎呦，哎，美思珠，侬光搿室外介好做啥呢？我哪能办啦？哎，我跟米思路很谈得来的，对不啦，米思路？啊，好，美丽，你帮我也洗了好了。把它养。只是去话剧社开个会嘛，不要动，懂什么呀？进话剧社就是要当女明星了，像蝴蝶这样。哎，我爸呀还跟蝴蝶吃过饭呢。哎，那好那好。可是话剧社都有王世桃了，她长得那么好看，当女明星哪轮得到我呀？我就是要你把王世桃比下去，瞧她那副德行，真以为自己是校花了。哎，不要动。骗我！好，看看。啊！徐子才，哎，到。苏巧巧，到。龙飞，到。王世桃，陆梅丽，到。陆梅丽同学来了吗？到。陆梅丽同学，请往前坐。请坐到台上来。嗯，不用了，我在这挺好的。我希望所有的社员在排练时间之内坐到台上来。真的不用了。陆梅丽同学，你已经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了，请抬起你的头。陆梅丽，你这是要拍电影啊？哎，你们看看，片名就叫《剧场同学们，同学们，不是所有的同学都适合上台表演，幕后的工作也一样很重要。来，我们上台开始研读剧本了。走，同学们。我的心还逗留在这里，我能够就这样转身离去吗？转回去，去寻找你的灵魂吧。背过他，我相信你可以。罗密欧，罗密欧兄弟，他是个乖巧的孩子，你就回去睡。他是沿着这条路去的，你去见到他去吧。罗密欧，你这个痴人、恋人、疯子、情郎，快快化作一声叹息。我是来闹革命的，莎士比亚算什么玩意儿？龙飞同学，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打破一切阶级束缚、英勇斗争的经典革命戏剧。请拾起你的剧本，认真对待。革命戏剧？当然了，否则我也不会选择这出戏作为我们话剧社本学期的开台大戏。真的吗？好，再来。来来。我的心还留在这里，我能够就这样转身离去吗？你说王世桃要演朱丽叶？对啊，她最漂亮。呸，那罗密欧就要吻她了，还两字啊。我觉得她演的挺好的。喂，你哪边的？哼，臭狐狸精。走了走了走了，快点。讨厌讨厌讨厌。怎么了？你来看啊！
听说他上个礼拜给办公室工人送过饭。啊，他胆子也够大的。陆梅丽同学，今天下午4点话剧社排练，千万别迟到。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儿啊！一是一名敬贤的少女，一知道如何爱惜一名爱惜一的人儿。不过，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出一的名字，只因一是一名羞涩的恋人。哎，这是说我呢吗？对啊。还不错，你帮我送给他啊。嘿，我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你有眼屎。哟，什么呀？给我。你就像那一道霞光。给我看，快看看。哟，天哪！密斯湖，密斯湖，哎，真的胡爆素哎！给我看，哎，是胡爆素，快看看。我要跟着你跑。哎，陆美丽，你要跟谁跑啊？哎，你要干嘛呀？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密斯露，我一直觉得你跟别的女生不一样。怎么，你也喜欢密斯特胡啊？不是的。你们女生怎么这么肤浅？我这么一个感情丰富又有内涵的男子放在你们面前，你怎么从来都不看我一眼？你会遇到喜欢你的女生的。哎，那个女生可以是你吗？我很喜欢你。不可以。笨死你算了，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米斯珠，你还是找别人吧，这种事我真的做不来的。带我去剧场。我不去。美丽，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我真的不想去。哎，哪能委屈啊，造反了你。累了给。好吧，我去。可是我真的不要你的钱。走吧。哎呀，走啦。
什么人啊，敢跟我作对？你的信呀都留下了。白跑一趟。谁说白跑一趟？你看看这些，这么多情敌，以后有的我忙了。这什么廉价的东西啊，你好意思拿得出手？庄小曼同学的盆栽充分体现了一名小布尔乔亚女性审美情趣，真像审美情趣亟待提高。 Mr. 胡同学，这是我给你写的信。朱静茹同学，一是一名敬贤的少女，一知道如何爱惜爱惜她的人儿。阿玲，我爱你。你在找什么？你说这么晚了，王诗桃到后台干什么去啊？走台呀。哎，你不要那么傻了好不好？她也是去给胡豹苏送礼物的。不会吧，那可惨了。怎么了？她那么漂亮。哎，难道我不漂亮吗？也许你该换个新的发型了。啊？怎么样？还是直的好。啊？那好吧。就这样沾上了你的唇，从此以后，我的罪过便从我的嘴唇上洗净。那么我的嘴唇上岂不是沾上了你嘴唇上的罪过？从我的嘴唇上沾上了罪过，哼，多么甜蜜的指摘！那么，再把我的罪过还给我。罗密欧流氓！哎，哪来的这词儿啊？继续。我们叫他玫瑰的，不叫他玫瑰，闻着不也一样的甜吗？罗密欧就不叫他罗密欧，我们叫他。提词的。到。演员走台尽量自己背词儿，实在背不出来要问你。明白吗？是。我就重新受了洗，从此以后再也不叫 Romeo。我听你的话，只要你叫我一声爱，我就重新受了洗，从此以后再也不叫 Romeo。哎，晚上吃什么呀？让我想想。哎，这么晚了，我请大家去大华吃牛排好不好？大华。小龙，我吃火锅。哎，我可要吃李总爷的刨冰。哎呀，好多的好吃，真的好吃。不，其实比起吃刨冰，我更希望一个人回家静静的读读书。读什么书啊？这样吧，想聚餐的同学可以去聚餐，不想去的也有不想去的理由，大家随意嘛。哎，对了，今天晚上我还有事儿，我就不跟大家一块去了。哎，没劲啊，快走啊。我也有点事，我先回去了，再见。哎呀，别走，别走，别走吧。走，我们走。走，赶紧去，赶紧去，走。哎，说完去，走。哎，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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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饿。米斯特胡，总要吃一点的，不然晚上睡不着。我去那边等你。
师傅，各两份。你看，我就是眼大肚子小，一不小心又买多了。密斯路，你是哪里人？我是桐乡乌镇人。你父母是做什么的？我母亲早就过世了，我父亲以前在书院里做先生。书香门第，怪不得密斯路学问那么好，而且背书也背得很快。密斯特胡，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嗯？当初我入选话剧社，是不是就是因为我特别能背啊？这个，话剧社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密斯路，你这样其实也很好看。回家了。是啊，一会儿管家开车来接我。哎，你去哪里了呀？我去跟密斯特胡吃了个便饭。你和他去吃饭了？啊，因为话剧社其他人都去聚餐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什么我们？是你和他。你们为什么不去聚餐啊？你不觉得密斯特胡家里挺困难的吗？困难？你有见过他穿校服以外的衣服吗？你有没有见过他去饭堂吃饭？哟，观察得嘎仔细啊。本来就挺明显的。你是不是爱上他了？没有没有，怎么可能？最好没有。我告诉你，鲍素同学是我的，谁也不许抢。那个妖精王世涛不可以，你就更加不可以。梅丽，别忘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嗯，那好，我走了，周一见。嗯，在外啊。密斯路，
你太迷糊了，水房在那边呢。哦，走吧。对了，剧本位怎么样了？嗯，差不多了，还差一点。快，后面那一块。就是。你不舒服啊？没有。是不是发烧了？走吧。我还有点事要去趟图书馆。同学，请问男学生寝室怎么走啊？前面左转。哦，哥们，侬晓得三年级的根宝住在哪间吗？根宝啊？没听说过。没听说。嗯。哦，哦，那谢谢啊，谢谢谢谢。Mr. 胡，对不对？没有没有，爱就爱了，有什么不敢承认的？我有心爱的人啊。我知道。你知道？你也爱 Mr. 胡。Mr. 胡，当然，我们人人都爱他呢。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总也背不过朱丽叶的念白，你有什么诀窍可以教我？你应该先把对方的念白记在心里，来，我教你。好啊。密斯路，谢谢你，密斯路。再见。再去看看。你一个钟头都保了七趟了，你说他要是突然回来了，多尴尬呀！这有什么尴尬的？是他抢我的人在心爱。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是真爱，他们挺般配的。弄个三，弄个三，弄个三，再干遍！哎，密斯胡怎么会喜欢王世桃这种妖精啊？不行，我再去看看。未来，
学，请问你看到胡包素同学了吗？胡包素同学今晚有事，他说不回宿舍了。王世涛，我要杀了你！陈飞，醒了，我真讲话。行了行了，别想了，赶紧睡吧。哎，美丽美丽，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想我知道他们在哪儿。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什么了呀？哎，你看到什么了？你说呀！美丽，你撞见鬼了！你说呀！别害怕，告诉我看见什么了？你说呀！啊！有王世涛，还有谁？还有谁啊？你别光哭，你快说呀！还有谁？以后别再来学校找我了，彤彤，这钱你拿好，总归要请同学吃些东西的，要不人家会看不起的。谁也不能看不起我，我除了穷，样都比他们强。学校的奖学金快发下来了，这钱你自己拿好。干嘛？你自己买点东西吃吧，啊，别饿坏了肚子。钱拿好啊。啊，我会在这间大学寻到出路的，你放心。
我要让咱们都过上好日子。现行，听着自助镜人说，发现他们的时候，俩人一丝不挂。我爱东方老师，爱没有罪，我一点都不后悔。出告他们的状，你不觉得他们很不道德吗？一点也不，正相反，我相信他们是真的爱情，真的爱情，笑死我了！我看真的奸情差不多。我知道你爱米斯特胡，可只有你的爱情是真挚的、伟大的，别人的都不是了吗？陆美丽，你脑子瓦特了！我告诉你，恋爱自由，真爱无罪。哟，王世涛的鬼话你都说出来了，他连先生都敢勾引，他们什么事都做了。我代替东方明老师做导演，苏巧巧，你替王世涛做朱丽叶，徐子才，你替苏巧巧做奶妈。我奶妈，奶妈，奶妈。好，开始。小姐，小姐，哎，小姐，朱丽叶。不行不行，只有一个礼拜，我根本背不出朱丽叶的台词。我就来了。不过你若存心，就不要再来找我，好让我一个人受苦。明天，米思路，你背得过朱丽叶所有的台词，对不对？嗯。来。开始。小姐，小姐。讨厌。说话。我就来了，不过你若存心，我就不要抬头。好让我一个人受苦。明天我就派人看我去找你。再见，再见。转身。仙子，再见。对不起，我实在是做不来。在找你，你找我做什么？你知道，能背过剧本是扮演朱丽叶的最低要求，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能够符合这个条件。对不起，我实在不能胜任。哎，米思路，说什么？跟我来。
你只要回答，信我吗？我信。请闭上你的双眼。朱丽，请睁开你美丽的双眼。看，这些蜡烛是致辞人莫顾求、班扶柳、你的替胞弟弟、奶妈、劳连斯长老，还有我，你的罗密欧，一起为你准备的。五包苏糕，乱没礼啊！不可能啊！喜欢吗？看，这个水池就是我们的舞台。我知道，你就是我的朱丽叶。启示，那洒满果园的树间，银色的月，启示可不要拿月亮，那没有长信的月亮，在三十天里都变上几回圆缺，免得你的爱也一样的无常。那么，拿什么起誓呢？那就不要起誓。可如果你不肯，就请拿你优美的自身，那是我所崇拜的上帝。太好了，朱丽叶，我们再试试这一段。这是在排练，驾着太阳的火马。我看悬，咱没戏。走吧，走吧，走吧。哎 ，Miss 朱，你不走吗？飞奔吧。驾着太阳的火马，张开你的双臂，快把太阳带到他西方的家。抬起头，因为赶车的神会一边一边的打你，好让你立刻带回有云彩的夜晚。黑夜，请展开你秘密的帐幕。有感情的，在你的帐幕下，才是爱情的世界。很好。这时的爱神会眨着眼笑，没有人看，没有人说。罗密欧，罗密欧就跳进了这个怀抱。爱人的美丽正放着光。太棒了！
暖的双唇。匕首。你来的正是时候。罗密欧，就让我随你而去。人间的故事没有比这更悲惨，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受的灾难。谢谢你才对。怎么，把我们给忘了吗？哎呦，龚老师，龚老师，你们来了，我没通知我们的。来，坐，来，坐，坐，能见到你真好。来，坐。我要是不走，朱丽叶哪轮得到你？还不快谢谢我！哎，你跟东方老师，你们两个人现在，我们订婚了。啊？真的吗？米苏王，订婚都不告诉你，这太不够意思了。我始终记得你的话。哎，东方老师，爱需要勇气。最漂亮校花给抢走了，爱一个人有什么不敢？我们会恨你的。对啊，恭喜东方老师。我爱 Mr. Wu。来，下个月东方就要去法国求学，我跟他一起走。等我们回来，一定不请各位。恭喜东方老师！恭喜东方老师。朱丽叶，你去看了？那是轰动校园的大事，我怎敢不去一睹你朱丽叶的风采？谢谢你，密斯路，我真是小瞧你了。没错，我爱密斯特胡。你什么时候爱上他的？从第一次见他开始。就是他帮你倒垃圾那次？不是，比这要早。你记得上次你让我帮你收拾寝室，你柜子上放着子健男子的剧照，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我就爱上他了。你什么意思？你把他让给我，200块，不少了。米斯特胡在你心中就值200块？不，他在我心里是无价的。这钱是打赏你的，我希望你知趣。你真可怜。你说什么？我说你真可怜。米斯朱，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跟我说钱，只告诉我你有多么爱他，那么我也会告诉你我对他的爱，我们两个公平竞争。可是你用金钱来衡量你的爱情，你让我觉得很可笑。我看不起你，更看不起你的爱情。我相信 Mr. 胡跟我是一样的，我们两个人之间真挚的爱情不是你用钱就可以买来的。迟早有一天你会知道，真正可怜的人是你。哎，魏思卓，哎，你这礼拜五安排他乘网博坐一起好啊？不要，啊，我马上回去，我得先出出来接工。啊，好的。哎
流氓。这位先生，你挺住，我这就送你去医院。你们都回学校，我送这位先生去医院。我们跟你一起去，你们都回去，回去。去看看前面怎么了。鲍素同学，上车。小虎，你还没吃饭吧？啊，我吃过了。那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吃？我们就在那边的长廊，好不好？啊，我还有事儿，我要去趟图书馆。哎，我们这次要排练的新戏是《黑奴御天禄》，这出戏改编自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出五幕剧。这出戏主要描写了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非常具有现实教育意义。大家先看一下剧本。我的剧本呢？米斯路，我还没能通知你，这次的故事里没有适合你的角色。女主角将由苏巧巧同学扮演。陆梅丽可是我们的当家花旦啊。演员是为角色服务的。对不起，米斯路，下次排戏再叫你。没关系，那我先走了。《黑奴御天禄》这部戏，我们将不在学校演出。不在学校演出？对，我们演给夜校的工人同志看。工人？你们都知道，我曾经因为组织公演校园禁剧《子建男子》被学校开除。这一次排练新戏《黑奴御天禄》的结果，可能比上次更坏。有胆量的同学留下，求自保的同学放下剧本，现在离开。我留下，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也留下。我肯定跟着你啊！
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 Miss Lu。Miss 苏，你也可以离开。不，我跟随你。好，我们开始排练。麻将的，你们去找米斯猪吧，我只想一个人静静的读读书。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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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斯猪真把自己当朱丽叶了，朱丽叶变林黛玉。You think that because I'm poor and plain, I have no feelings? I promise you, if God had gifted me with wealth and beauty, I would take it as hard for you to leave me now, as if it's for me to leave you.齐老伯伯，我没有票，能让我进去吗？不行，没有票不让进。拜托了，我好崇拜胡宝素先生的，他的每一场话剧我都不想错过。嗯，那好吧，进去吧。谢谢你啊，谢谢。啊，不用谢。真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胡同学，我为我们感到骄傲。等会儿好好表现就是了。我也来了。你怎么来了？我就是想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这里不需要你，赶快走。快走！快走啊！快走！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地方还能看见月亮。你还记得吗，小姐？我用那幸福的月亮起誓，让我不要起誓，我只相信你。
个是胡宝素啊？啊？我，你是吧？好，出来。干什么？你要带他去哪里？没事，没事。宝素，宝素。张先生啊，都出来了，还有两个同学呢。张先生，龙飞跟胡豹素不知道去哪里了。学校会去处理这件事情，以后你们这种活动尽量少参加。你们先各自回去吧。张先生，我不敢回去，我怕我回去以后，我父亲把我腿给打断了。好吧，你们先回去，我陪他去他家。葛姬，我有葛姬，抱起来。鲍素，你过来一下。谢谢。
今天真漂亮。嗯，给吧。谢谢。你鞋子真好看。读这些吧。米斯特胡，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吗？打算？那你呢？我打算继续留在上海，领略知识界的风采。那很好。我还想跟米斯特胡不再分开。米斯路，你是一个好姑娘，你完全可以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我更美好的未来就是跟你在一起。你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人。米斯特胡，你是我见过最好的人。你不了解我。我了解你，你朴实、上进、温文尔雅、多才多艺。我自私、虚荣、野心勃勃、一心向上爬。米斯特胡，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说得如此不堪呢？我不值得你这样爱我。你是在拒绝我吗？如果你不爱我，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不用找这些借口的。这不是借口，我是很认真的。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我太好了，就是因为我太好了，米斯特胡。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说，但是从巡捕房那天开始，我就告诉自己。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永远跟你在一起。米斯路，你知道刚才在礼堂门口戴礼帽的那个人是谁吗？你知道龙飞他为什么没有回来吗？没错，是我做的。你还要一辈子跟我在一起吗？为什么？我告诉你了，我不是一个好人。你们这些衣食无忧的姑娘，根本就不会明白。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可能因为我就要结婚了。结婚？嗯。跟谁？你认识他的？他曾经跟你。同一间宿舍，陆江如。米斯特胡，
我祝你前程远大。位置吧。可以拍照了。来看这里，笑一笑，笑一笑。来，一、二、三，很好。终是败给了现实，爱你，但又不敢爱你，不愿。